常好。我叫素莲。素莲。也是叫朱丽霍啦。其实我健康出了问题，然后我才 on 那个 DRA。我是 Sky 跟 Michelle 介绍我吃的。我之前是我的膝盖有问题，然后我脑也是有个水流，然后还有我关节炎，全部都有问题啊。然后我 on 了 DRA 两个月之后，我去验血，我的医生讲，我没有来 PD 两个月，我 on 了 DRA 之后两个月没有来 PD， 但是我非常担心，因为我的医生跟我讲，如果你 PD 不来，会影响我的那头脑的水流比较大了，会影响我的眼睛，所以看不到。然后我两个月之后，我还是这样没有来 PD， 然后我就去看医生，医生帮我验血，然后讲报告出来了，他跟我讲我的荷尔蒙已经正常了，哇，然后那个药不需要再吃了，那是我听到多么开心。我也瘦下来，也变年轻了。对，反正我的脾气也改善了很多，跟我深深的脾气两个都改善了。我跟你说，因为他也现在也是吃着 GRA， 哇，我真的很感谢卢鑫给我一份这样好这样棒的礼物，所以我还没有 on GRA 的朋友。